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这边是基隆市快力汽车，那今天帮你介绍这一款是 Skoda Rabbit 的，而且它是 Sportback 的车款。这台车出厂的话是2017年出厂，那它领牌的话是2018年领牌，赏车网优惠价是56万8。那接下来帮你介绍车头部分的话，它这台车它标配的话就有日行灯，那它是金钻式的头灯，那再搭配它也是一个金钻式广角的雾灯。那它这一台车它是 Sportback 的车款，那所以它整个水箱护罩还有保险杆的外观的造型跟一般的普通的版本是不一样的，保杆的造型也有加一个镀铬饰条来做修饰点缀。那轮胎它这一台车它是配置215/45/16寸的轮胎，所以胎纹的话都还算蛮漂亮的。后视镜，因为它这台是 Sportback 的车款，所以它这个是用一个钢琴烤漆的设计，然后有附这个方向灯。因为它这台车是 Sportback 的，后箱容量是非常大的。那我们打开它原厂也是有附一个遮阳板。它现在里程数是25828，而且它是在原厂保养的。方向盘，它这边也有给你提供音响快播键，然后它这台车也有定速，它也有一个仪表板的这个多功能的行车的资讯。头灯的话也是有给你一个 auto， 有一个 auto 自动启闭的头灯。音响的话，它这边也是有提供一个资讯萤幕哦，电台，然后有提供蓝牙电话，然后这边也是行车资讯哦，油耗、怠速熄火的功能。那当然是可以提升我们这台车的油耗表现。这部车它整台车这个整个的皮椅的部分它都护得很好，都没有什么皱褶。然后它加上它这个脚踏垫，它踏垫它也是用全包覆式的踏垫整组的。后座的话，它椅子很明显，它这边也有提供 ISOFIX 安全座椅的插销。然后它这后面的皮椅也都还护得蛮漂亮的。然后重点是它这部车的基部的空间，基部的空间也是蛮够的。那我们这一台车啊，它是2017年出厂，它这边有写一个车型年，它是2018年的型式。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一具引擎。那这具引擎的话，它是1.4涡轮增压引擎。那它最大的马力的话，可以到122匹的马力。那扭力的话，它是持续供应20.4公斤米的扭力，最大扭力。然后它这一台引擎的话，0到100，它加速的话只需要9.4秒。哦，那其实一般的国产车的1.4的引擎的话，它是没有这种的油那个马力扭力的输出表现。哦，那加上这台车，我们都是保证全车都原版件，而且我们这台车是有提供业主的认证。好，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多了解这一部 Skoda， 那欢迎来现场赏车。那我们这一台车是2018年型式，我们现在赏车网优惠价是56万8，记得来店前跟我们预约一下。如果喜欢我们这支影片的朋友们，再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然后记得帮我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实在就是 SUM。